新京报讯12月1日，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发布定档海报，宣布将于2022年4月2日上映。电影《人生大事》由韩延监制，刘江江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王哥特邀主演，刘璐、罗京民主演，杨恩又特别介绍出演。影片讲述了殡葬师莫三妹朱一龙氏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杨恩又是小文的出现，意外地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